警，以及我们义务团队跟守望相助等等各系统的一个力量的连结，能够形成一个坚实的安全网。希望在春安期间，尤其是春节期间，能够达到治安稳定、社会安全、民众安心的工作目标。斗南分局巡逻车3辆，侦防车1辆，警力16名。今天晚上10点，我们今年的春安工作正式为期20天的时间。在这20天当中，我们的主要重点一定是在治安的平安全，还有交通的平稳，以及为民服务的热忱这三个主轴。所以各位如果对于我们的服务需要，大家尽可以打119，比如说这个举家外出。那各位宵小，你们也不要低估了我们警方以及我们各种民力的决心。我们是跟各位周旋到底，请大家希望能够都过个平安的好年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谢谢。